我们今天来做香橙曲奇饼干，一半做巧克力口味。准备的材料有这些：香橙用盐清洗，接着切0.2公分薄片。将香橙片放入锅中，倒入细砂糖，加一点水把香橙片煮软，放到网架上沥干水分。接着我们将糖粉倒入预先软化的黄油里，使用搅拌器低速搅打均匀，加入蛋液，继续打匀。低筋面粉、泡打粉先混合，少量多次的加入搅拌。加入香橙血皮，注意皮不要有白色的部分会苦。用手捏均匀。准备一个大塑胶袋，放入面团，擀成0.3公分厚度，冷冻30分钟。纸巾轻压香橙片吸取水分，我们来压模。放上香橙片，进烤箱咯。接着我们来煮奶油巧克力，加一点花生碎。饼干出炉，放烤网上晾凉，撒糖粉，沾巧克力酱，下午茶准备好了，来吃给大家看看。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，好好吃哦。